经过了3个月的时间，我们要为青春之旅专场画下一个完美的句号。本期只有一个关键词，团队作战。我们不用再自相残杀了。来，有请我们闪光的乐队。这六个人是歌手哎。立住了，第四季见。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。第三季要结束了，还是有一些些伤感。在这个节目里也交到了真的是很多很好的朋友，好羡慕他们之间的友谊。青春环游记第三季，今天20:30，美好收官。